王祖蓝正是荣升奶爸，女儿彰显基因的强大，简直就是人脸模板。王祖蓝正是荣升奶爸，女儿彰显基因的强大，简直就是人脸模板。提起王祖蓝，对于他的印象应该是从 TVB 开始，那时的王祖蓝一直不温不火，百变大咖秀算是他王祖蓝内地事业的一个跳板，而且这一跳很成功，不但成功接档跑男，更是综艺电影两面发挥，事业也是顺风顺水，赚得盆满钵满的，爱情更是不用说了，老婆李亚男更是华裔小姐，身材高挑，气质长相绝对是完美，都说王祖蓝是最幸福的男人，这点说的相当到位，因为存在既然合理。12月17日，李亚男怀胎10月，在医院剖腹产，剩下一位可怜的小千金。对于女儿降临，王祖蓝冬至当天在社交网络上公布一家三口手握在一起的画面，并配文 We are family。 刚刚经过剖腹产的李亚男成为全家关注对象。1月4日，李亚男在个人社交晒出了自己坐月子的美食照，可以看出菜式营养均衡，都是有利于产后坐月子女人恢复身体的佳品，看来家人都是把李亚男当大宝宝一样的照顾，真的是相当温馨感人。王祖蓝之前也在公开表示过，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继承李亚男良好的基因，然而可能是老天爷的一个小小的玩笑，女儿出生的一瞬间王祖蓝就有些小无奈，这完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吗？亲生的稳妥的。小眼睛，塌鼻梁，尤其是这个嘴巴，简直就是100%的还原啊。就是浓缩版的王祖蓝，再戴上小小的头巾之后，连跟王祖蓝的衣着品味也是如出一辙。看一个男生好不好看，最有效的就是看他戴头巾的样子。有的网友还调侃称，当女儿长大之后，一定会长得像妈妈李亚男。女大十八变这一词可不是白说的，不仅是在娱乐圈，在生活中也有许多女生完成了蜕变蜜。希望王祖蓝的小棉袄能够继承父亲的情商与幽默，继承妈妈的颜值与气质，能够快乐长大。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，谢谢各位老铁了。